魔力法则，先来玩一个最新手游。OK， 那这个手游的部分的话呢，它的玩法我直接给你们看。那也其实也可以跳过了哈，它是分三大职业。我们但是选比较补的那一个。魔力法则哦，全新的一个手游。那这款游戏是怎么样呢？我说一开始可以先手抽这样，好去攻略关卡啊。Oh my god， 这个类型的游戏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好，关卡攻略，它是2D 啊，哦，所以是消珠，2D 消珠，这种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其实有自动。欸，是我们要当后面那一个召唤使者这样，召唤师。他意思是这样就有三倍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可以放大局。我这边可以继续下去。好，那这就是它的玩法啦，以此类推。那前期它会一直引导你哦，你们就是一直写下去，然后后期。它就会有自动几倍速这样，我所以这边还在教。那魔法就这样子，不错哈，全新的一个手游啊，蛮钦佩的。超很帅，而且其实我觉得他做的蛮精致的耶。那一样有三回合，那一次类推哦，你们一直攻略下去就可以了。